电源开关就是开电源的米数 forward， 这是启动停止，整机的启动停止。然后上升和下降指的是加盘的上升与下降。然后这个是调速按钮，数字小的速度就慢，它所指的是这个黑色的标指到哪一块，它的速度现在目前就指的是多少，这样指过来，数字都要大的相对来说它的速度就会快。然后这个机米控制面板一共可以设六位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位。然后比如说我要设一个，这个目前显示是14米，如果我要设一个814米，如果我这个800我要改成100，就在对应的这个54上面就114米，如果我要130米，那就这样2、3，然后2对应的就是0，9后面就是0，130米，然后1是小数点的位数，一共可以设1、2、3、4、5位数字。然后这个红颜色指的是线通过计米那，通过计米的显示的米数，如果显示的米数，如果这里显示米数130到了之后，机器会自动停机，然后又重新开始的时候点下米数 forward， 它就变成0。